手机带给人们的不只是方便，它更是成为了现代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好伙伴。但是，你是否老是被妈妈唠叨，一天到晚一直都在低头滑手机？自从有了手机之后，妈妈老是一直骂我是低头族，不好好吃饭，一天到晚只会低头滑手机。跟朋友吃饭的时候，是不是受不了朋友老是当低头族？自从智慧型手机普及后，大家都低着头，我的好朋友们也都不愿意再抬起他们的头了。低头滑手机，老是让你忽略了。但是现在你不必再忍耐，有了抬头固定器，透过穿戴在肩膀上的背带，有效增加松紧带对后颈的拉力，让你更轻松地抬起头来，不再老是当低头族，找回跟家人和死党的幸福时光。自从有抬头固定器之后，我再也不是低头族，妈也很开心，因为我们终于找回一家人的幸福时光了。以前我妈他们低头族，但老是没有用。我真的很感谢有这个抬头固定器，让大家不再只是一味的低着头。现在我终于找回跟朋友们的革命情感了。我刚跟我老公结婚的时候，常常因为他从对面挤牙膏，就跟他大吵架。自从有了抬头固定器后，不仅方便，更重要的是，我不会再吵架了。抬头固定器，让你告别低头族人生。马上拨打专线订购抬头固定器，找回属于你的美好时光。来电订购就加赠注意脚边狗屎镜。